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佛顶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讲记。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翻到讲记62页。从这一段讲起，佛藏经云，这一段无观，无觉无观，名为念佛，无想无语，是名念佛。这个念佛啊，实在讲是有觉有观，怎么会变成无觉无观？念佛人是有想有语。前面不是说要忆佛吗？忆佛就是想佛啊。称念佛号这个称念就是语啊。怎么会变成无想无语？所以我们不能依文解义啊。三世佛很冤枉啊！这个地方诸位一定要搞清楚啊！你要是望文生义啊，那就错了。无觉呢，是无错觉。但是有正觉，无观是无邪观，有正观。所以16观经里面讲的，依照那个经典去观呢，这个是正观。不依照经典呢，是邪观。我们平常脑子里浮现很多景象那个都不是正观了。一般想的都是人世间的人事物那都属于烦恼念这个我们要清楚是随顺经典所以这个。依照经典是正观这个是说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地方说的无觉是无妄觉，无观是无邪观它有正觉，有正观这是念佛什么叫正？什么叫邪？凡是与三经。现在我们讲的净土五经一论相应的因为后面有祖师大德又加了这个普贤行愿品还有我们在学习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还有天亲菩萨的这个往生论这个就加起来是五经一论这个是正。与五经一论不相应的，那就是错觉，就是邪观。所以我们入佛门是三归一归一自性觉正净这个正
要皈依经典啊，注释三宝这个法宝就是正知正见好，所以一定要依啊五经一论。那无想无语我们要了解到是无妄想无语是无杂语、杂心、闲话没有。哦，那这一点不容易哦。大家有没有经验？哎呀，要多少？多念佛啊，少讲话。下了这个决心了，哎，有时候在境界当中啊，忍不住，好像夏老友说啊，3年不说话，保证开悟啊。当然大家。听了我这句话，也不要产生执着就从此刻开始不说话了家里人以为你出了啥事了 我们要去关照到有一些没有必要的话甚至于是是非人我看看自己的心是什么状态。染污的状态，对立的状态，情绪的状态，你看那心波动成这样，我们要回归觉正境啊，要清净啊，这个口业呀，对清净心影响特别大，要忍得住啊。好，所以这里祖师提醒的，这个无语啊，无杂语，杂心闲话没有。包含我们在杂心闲话了然后还要吃花生米、嗑瓜子一点威仪都没有还聊得很起劲都没有绝招了。人家后学一看到我们这种模样啊，被我们吓跑了。所以我们入了佛门啊，身为佛弟子得给佛菩萨脸上争光啊，不能抹黑啊。但说实在的，不抹黑也不容易我之前遇过的。某个佛教团体专门在跟大家分享的了，夫妻关系很恶劣。这个新来的几对夫妻了解情况之后，通通不敢学。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要依经典不能随顺。没学佛以前那些习气甚至社会的那些习染官气特别重巴结谄媚那种不好所以老和尚看观察我们的根性，还是要学三根这个勿阐附，勿骄贫。你看人家没地位、没有钱，态度就不一样了。说实在的，我们在瞧不起别人的时候自己的心是什么状态？舒服吗？自在吗？所以修行首先要自爱不要让自己的真心都被这一些烦恼障住了。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跟我们缘很深千处祈求千处应
他老人家这个心经啊，让我们常常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啊，观自己身心自不自在。观心为要啊！你真的观得深入了，跟自性相违背的念头、言行啊，慢慢不愿意起来了，因为会让自己不舒服、不自在。啊，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别人讲我们，我们不一定欢喜。啊，一定是自己认知到了，哎呀，我不想违背觉正境了，啊，不想违背性德了，不想糟蹋自己的佛性了，啊，那我们就会主动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放下这个口业、身业了。哦，包含《太上感应篇》都是扎根，啊、哦，不脏人短。啊，我们在批评某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关照到自己的心？哇，这个你看。一说批评别人啊，那个磁场马上就咳嗽了啊，所以这磁场还是不好。啊，你真的去关照了，哎呀，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自己的心起伏很大，哎，那种对立情绪啊都上来了，连脸部肌肉啊都紧绷，嗯，是吧？哎，不像弥勒菩萨了。哦，弥勒菩萨是上我们第一堂课啊，哎，叫我们笑口常开啊，大度能容啊，啊，基本上会批评人啊，我们度量不够大了。哦，我们听老安讲经常说，心包太虚啊，量周杀戒。哎，我们听到老和尚讲这句话的时候啊，哎，有没有马上这个随文入观，关照了？哎，我还有没有看不顺眼的人？啊，还有没有不能宽恕、包容的人？啊，这个要自己检查了。啊，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啊，以前比较耿耿于怀的人事，哎，现在可以包容了，哦，这个进步了，哎，以前的人事啊，还常常在脑海里啊浮现，放不下，哦，那这个就没有进步了。啊，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你放不下的人事啊，你那个弱印象会一直产生。所以不进则退哦。啊，你越放得下了，你的心才会越清净。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三根经典这些句子啊，我们不下功夫啊。达不到清净心了，因戒得定，定是清净心呢。三根是老和尚给我们指出的，选出来的戒律，让我们好关照。因为这些经句啊，很具体啊。我们净土中的戒律啊，老和尚说是五个科目，
三福、六合。哦，那三福的第一福就是扎三根了。还有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前一阵子刚好跟大众都在交流菩萨六度、普贤十愿，还有菩萨四德。不知道。诸位同修啊，最近煮饭的心情有没有比较好？开车的心情有没有比较好？这都是六度啊。那一天，我们一个厨房的同仁，他说他磨刀啊，希望来帮忙的人呢。使用的时候呢，很舒服，哎呀，很好切呀。我说哇，你这个磨一把刀啊，都有无微不至啊，让人家工作愉快啊，不怕自己辛苦啊。你看磨刀要不要体力啊？这内财布施啊，你看这个行为。让事情能够做得更顺利啊，这表法了。你看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在里面。凡事预则立他在准备成就一个法会课程呢、你看要成就几天的课程呢、每一个部门各个第一啊。他尽心尽力了，他的功德都圆满了。像我们讲课的，我自己功德都不圆满啊，人家一称赞，八风就吹了，就没功德了。你看他们默默在做啊，都有功德。所以祖师大德都示现给我们看了。你看普贤文殊都在哪？厨房。寒山拾得，不挑境界啊，最热的地方，最容易动火气的地方，人家心平气和，所以大家看了服气了以前丛林啊，少说几百人，多则几千人都有，帮这么多人服务的欢欢喜喜的，你看我们六祖慧能大师，聪明8个月。多少人吃的啊？身材又比较矮小啊，瘦瘦的啊，结果拿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不然那个火干不了啊。所以祖师这些表演呢，都在启发我们。我们常说啊，修行就是不分别。我们常常在挑工作，哎呀，这个轻松好，那个太累，别做了。这个时候有没有发觉？哎呀，我在分别执着了。假如你发现了，哎呀，开悟了啊，发现自己过失了，就开悟了。所以，我们随时做哪件事你在家里面，你的习惯磨刀不误砍柴工是吧？你的一个习惯就在给你家里人，尤其是你下一代表法他们做事的态度潜移默化受父母影响，所以父慈子孝父母的慈爱表现在哪？帮他想得很远，而且想得很细，细在哪？哎呀，我一言一行都在影响他，我不能给孩子不好的影响。像承德也举例了，自己18岁学开车，
啊，握着方向盘，不知不觉好多影像都出现了。啊，父亲，哎，对面来车了，这个路很小啊，他都先停下来让人家过。哦，包含啊，看到人家超车了，啊，开得很快了，啊，不经意流露一句，啊，快也没快那3分钟，哼，啊，然后从来不按喇叭，啊，真的小朋友在那里玩呢，停一下，哎，孩子警觉到了，他们就让开了，哎，有时候那喇叭声音大，怕吓到小孩。哦，说不定呢，巷子里面刚好有出生婴儿，是吧？啊、哦，当然这个是明朝养祖，啊、哦，这个给我们的典范。啊、哦，隔壁家生了小孩了，把自己的驴子卖了，自己走路上槽。啊，为什么？驴子叫声太大，怕吵到小婴儿。哦，这个是古人的风范哦。那啊，承德最大的福报，哎，你看父母给我们的这些精神财富，啊，尤其我们又遇到老和尚这样的大善之事，这都是啊我们莫大的福分呢。所以承德感觉很满足了。啊，有这样的缘呢，此生无憾啊，叫知足常乐。接下来干什么呢？接下来报老和尚的恩呢，佛菩萨的恩呢，报父母的恩呢。哦，况且呀，啊，佛给我们讲了真相了，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那自己接不接受这个真相呢？好，那接受了，那就要照做了，因为这是真相啊。哦，都明白真相了，还要违背真相，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哦，跟自己去做佛，过不去了。哦，我们还听过一个公案啊，24孝，黄庭坚，他。做梦啊，找到了他前世的母亲呢，啊，在他忌日都煮芹菜面给他吃了，梦境太清楚了，他顺道去找到了，哎，你看他前世的母亲，他也奉养，黄老还提醒我们，啊，我们还有多少过去生的父母，现在在。地狱受苦啊！哦哦，所以我们每一次回向，哦，你看这些话我们都听到了，哎，这些法语不容易听到哦。哦，我们要如平得宝啊！哦，每一次回向，啊，都为自己啊，现在生中，哦，还有生生世世啊，现在生中。父母、师长啊，六亲眷属啊，冤亲等众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进修捷要啊，第32拜指导我们的哦啊，这个是持戒啊，你看你的一举一动啊，都在教孩子怎么做人做事。这个做事的章法、次序啊，包含怎么把事做圆满的这些原理原则啊，中庸教的凡事预则立嘛，哎，都预备好了哦。你看这个啊，我观察啊，很多妇女做饭，哎，她都先把菜切好了。啊，你看他在做饭呢，都有条不紊。啊，哎，有些人煮饭呢，
像打仗一样，煮完之后一片狼藉，很乱，它就比较没有章法，这持戒啊，守规矩，煮饭也有煮饭的规矩哦，不然煮不好啊，到时候连刀都找不到，就麻烦啊，再来忍辱，那磨刀也要耐性啊。也要时间哦，再来，越磨越懂得诀窍啊，这个也是精进啊，做的时候心都很定啊，不会在那，哎呀，还要磨多久啊？真是耽误我时间了啊！他说安住当下，这是禅定啊，磨的时候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吧？海贤老和尚说：“工作不妨碍念佛。”你很清楚啊，做每一个动作，磨个刀也是在落实菩萨六度啊。这个人有智慧了，他很快能入不二法门了，没有分别生活、工作、处事待人就是修行。就是念佛，这个是跟大家谈到前一阵子跟大家交流到的所以啊，净宗五门行门都是持戒都是我们净宗的戒。六度普贤十愿，那这个三根啊，我们看《太上感应篇》刚刚提到不张人短，还有不炫己长，我们去感受感受我们曾经做过的好事啊，当我们在别人面前提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什么状态？要人家肯定啊，要人家赞叹啊。你看梁武帝的表演啊，我们有没有得到启发？他这一念要人肯定赞叹呢，做的一切佛门的好事啊，翻转成轮回的善报，不是功德了。哇，这一念亏大了。而且呀，这一念不止把功德转成福德，他的清净心不见了，他的道业在退步。其实，在修道的路上啊，进少退多哪一个修行人愿意退步啊？可是往往觉照不够啊，自己在退的时候自己不知道。一谈起以前做的事了，哎呀，我们那个团体呀，假如不是因为我啊，那绝对不行了，就是我撑起来的了。你讲这个话，心是什么状态？其实我跟大家保证，他只看到自己付出的。他没有看到自己习气对于团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他只看到他的付出。其实，坐而有坐的人呢，习气还很重呢。而且呢。他会膨胀自己付出的东西，这就习气做主，他就不容易去感受别人的状态，甚至于呢，他会有一种习惯，我要达成目标，一个人目标导向太强，不是说不要有目标，大家一定要记住。
啊，孔子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对我们修行叫"过犹不及"。哦，你那个目标性太强了，哇！你只看到目标了。啊，大家有没有印象？陈德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对金子很敏锐啊，到一个大户人家偷金子。光天化日，真的被他找到金子，当然也被当场逮住了，抓去县太爷那里呀。县太爷很纳闷，人家这么大户的家庭啊，这么多人在家里面，你还这么猖狂啊？啊，去偷金子啊？啊，这个人说有吗？有人吗？我只看到金子而已啊。大家有没有感受啊？当自己执着静起来的时候啊，如入无人之境，别人你都看不到了。哦，比方说这当妈妈的啊，要孩子背经典啊，你今天一定要给我几遍啊，都要背起来。他就只执着200遍了，只执着背多少字了。孩子今天有没有不舒服，不知道了。孩子背的愉不愉快，不知道了。啥情况他都考虑不了，他只盯着那个几百遍。哦，那当孩子不舒服的时候，你都查不到，你已经没有办法把传统文化展现在他面前。他只感觉到父母的执着，你说他会爱要传统文化他不逃就已经善根深厚了。哦，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个父母很强势，孩子还老老实实学啊，真是太有善根了。哎，我都赶快请他们父母手下留情啊，刀下留人啊，不是。手下留情啊！哦，这个我也遇过啊，很在乎先生赚多少钱，哦，他就产生这个执着了，他就感觉他先生什么好处都没有，哦，后来被启发了。啊，静下心来写，哎呀，我现在优点很多啊。但是你那个执着劲一起来，人真的就变个样所以《金刚经》说：“若心有住啊，即是非住啊。”啊，你心有执着点了，你就没有住在你的真心了。修行人要常住真心呢，你已经住在执着上面了。哦，所以你过了，就会有一种固执，就会有一种强势。大家注意看看，你心就不柔软了。所以看起来你达成那个目标了，确实，他出了很多力呀。但是人心啊，都被他伤了，他不知道。假如一个人知道他伤了多少人心啊，他绝对不会去标榜他的功劳，他会觉得不好意思了。哦，当然，你假如遇到这样的人了，你也不能践踏过我啊。你要感谢他的付出。哦，包容他这些问题，不然呢，我们就落入了一个循环里面，每个人都在看每个人的问题，最后谁也不服谁，然后就像数学里的答案叫无解，大家知道无解吧？哎，这问题解不开了，哦，啊。
只要用真心，没有不能解的。啊，所有的问题啊，就从这个用真心的人这里开始转动，这叫转法轮，良性的循环开始转动。啊，你们有没有在家庭团体里面有遇到？啊，家里面，啊，哎，这个人讲这个人不好，那个人讲那个人不好，互相讲不好，啊，或者团体里面，啊，你遇到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哎，会不会听了受影响，落印象了？哎，本来你看得很顺眼的，一看他，嗯，怪怪的，嗯。哎，你也受影响了，你也卷入是非了。哦，所以你看，菩萨六度啊，禅定不取于相。哦，你看《金刚经》啊，啊，般若还是很重要啊。啊，这佛22年讲般若啊，这般若是大乘的核心啊。金刚经讲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不取于相是禅，如如不动是定。啊，用老和尚的法语啊，比较简单，外不着相，禅。啊，就不取于相，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就是如如不动了。哦，所以我们听了。不能着相，听了，哎，我们呢不放心上，哎，这都要练哦。不放心上呢，哎，但是很善巧的客观了解情况，你不能听一边呢，偏听则暗哦。哦，我遇过不少夫妻啊，长了不少见识啊，听先生讲呢。太太不是人，听太太讲呢，先生不是人，后来一了解，两个人都很是人，哦，你看人就一直放大对方的不好了，好，尤其我们在传统文化、在佛法的团体里面呢，佛教团体中呢，啊，人都很有善根的。但是这一些人事啊，哎，你不用真心去处理哦，你卷入是非啊，会越卷越大。哎呀，到头来，这么好利益众生的因缘黄掉了，就很遗憾了。哦，所以别人用不用真心啊，不重要，自己一定要用。啊，不给团体添乱，哦，所以啊，哎，还是要礼敬诸佛，那个普贤行要用上来，哎，多记大家的好，付出，哎，你听到的，甚至于你看到它不对。听到有时候还不一定准，还是要确认啊。确认的目的是什么？确认的目的是要护念他。哎，我们做每一件事的动机呀，自己要清楚啊。你是要爱护他，不是调查清楚了啊，从此跟他对立了，那不是自他都堕落了。啊，随缘妙用啊！你看菩萨四德，这都是缘啊，妙用，哎，产生什么作用了？啊，你妙在什么？妙在自己的心跟普贤行相应。作用就是，哪怕是是非人我的事情传到你耳中啊，哎，你提升了，你得到锻炼了，你练不落印象了。礼念继续礼敬对方啊，啊，只念对方的恩德啊，对方的优点呢，
这样普贤行才练得出来啊。哦，不然普贤行就轻轻松松，very easy 就练成了。立誓练心啊，练这个字哪有轻轻松松的？啊，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个人轻轻松松成佛了？啊，往生极乐世界了？啊，都要经一番寒彻骨啊。然后包含，哦，我们刘树云老师，哇，他人生苦难，哦，我看没几个人比他的挑战大吧。嗯，然后包含，啊，他带头落实六合敬，啊，建六合小院，有没有挑战啊？铁定，不可能没挑战的啊。啊，善事常易败呀，善人常得谤啊。了凡先生在明朝就讲了这些话明朝的人心比我们现在如何啊？比我们好不少吧？你看那现在的难度更高了。啊，为人人长者，匡直而抚弊之啊，不忍心好事黄掉了，啊，尽力去呵护，尽力从中啊调节，疏通，化解，哎，这个都是修行哦。消得家庭内的嫌隙，你家庭团体里面造成的这些隔阂嫌隙呀、啊，哎，你透过你哎和事佬，哦，当然和事佬不一定要年纪很大了哦，哎，你心地柔软了，啊，阅历丰富了，哎，可能少年老成了。哎，也能够做和事佬。好，哦，所以你经历很多事啊，你会感受到不忍心批评。事情太难了，万法因缘生啊，缘是条件。啊，你要成就这件事啊，要有100个条件，但是可能一个条件没了，这个事就很难持续的，好，哦，这个开的有点长了哦，好，我们从杂心闲话聊开来了哦，主要的还是观自己的心。从根本修啊，从起心动念处修啊，哎，你就懂得自爱了。哎呀，杂心闲话，自己的心起起伏伏，一点都不自在啊！不要作践自己了，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了。念佛多好啊！念佛即是自心现。啊，这念佛，垢灭善身，身意柔软，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你真的尝到念佛的法味了，那我想你不想去讲闲话了。有一秒钟啊，念一声佛。哦，所以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啊。夏老说，多念一句是一句啊，抢救啊。黄老师抢救啊，你念一声哇，那就有功德在其中藕益大师说，以持名故，善根福德，顿同诸佛。你真心念这一句佛号，
善根福德跟佛平等，如是妙法性听闻啊！这个法门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啊！因常念佛而生喜啊！啊，我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我满足了。啊，我已经赚翻了啊！其他我别无所求了，别无所求就没有苦啦。诸苦皆从贪欲起啊！你看夫妻之间为什么那么多烦恼？有求啊，对方为什么不肯定我几句啊？你有求，烦恼就来了啊！对方为什么不理解我一点？你看。啊，大家做30系列呢，要开悟啊，里面的法语都很精辟呀、啊。哎，啊，你一生烦恼就不知道黄金币作业成谁了啊，哦，就不知道白玉好，古今不昧啊，全凭愿者承担呢、啊，就陷到那个贪求的漩涡里面去了。修行人不干傻事哦，啊，面对境界要清楚啊，哦，所以啊，我这个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啊，很欢喜，很感恩，很知足。啊，别无所求了，而且很愿意报恩，感恩老和尚啊，感恩夏老、黄老、应祖、海贤老和尚啊，包含刘淑云老师的姐姐也给我们表演，做正转，刘淑清老菩萨，还有应祖，你看这个道脉下来。多少人都为了成就自己来一起配合这个大事因缘所以我们呢要懂得体会因缘呢，就会充满感恩心了从佛，他是本师啊，没有他老人家。我们闻不到佛法，而且从他老人家开始啊，就是一佛出世，千佛永戴来配合。你看我们这一部《无量寿经》有阿难即讲，你看有贤护等16正士来庄严道场，后半部还是弥勒菩萨当机呀，众多因缘。那每一朝代，难道都没有千佛在护持每一个朝代法的承传吗？那传我们已经传了多少代了？3000年了，多少代了？多少古佛再来了？佛菩萨再来了？都为了成就自己啊！所以劝发菩提心文排第一的就是念本师恩呐、啊。这个本师还包含这些古佛、佛菩萨再来的，所以修行人呢、啊、重情义啊，珍惜这一份恩德、恩义、情义。哎，不辜负这么多佛菩萨为了我而来了，这个报恩心就菩提心就上来了，就很有动力了，不会退转了。好，那我们看师长接着说了，我们心里头啊不想则已。
想啊，就想阿弥陀佛，或者啊想经里面的境界，啊，想大势至圆通章讲的境界，啊，想无量寿经呢的境界。哦，真的在念的时候啊，大家有没有来观想？哦，你看无量寿会啊，这个阿弥陀佛放光啊，我们这个普照我们这个世间啊，包含大势至菩萨，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啊，想弥陀经。啊，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平且，共命之鸟啊，是诸众鸟出和雅音，啊，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你们出门在外看到鸟，会不会想到极乐世界啊？啊，我要赶紧去听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好。啊，这个鸟音啊，好，好，观无量寿经的境界啊，想大十大愿望，哦，那这都是五经一论的，哎，这是正确的，因此经要念得熟，念得熟。我们常常就想啊，想西方极乐世界，那跟想佛啊是一样啊，想极乐世界忆佛完全相同，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乘庄严像承德的每一次。啊，讲课面对这个极乐世界礼拜就想我很快就要进去了这个向往之心念求生净土要加入极乐世界的俱乐部里面常常这么想就很欢喜。这个法门呢是解行相应，非常注重于实行。实在讲啊，行门里面观想是最重要的。心里头常常有佛，常常想西方极乐世界一乘庄严。这个境界就会现前。像我们常常想十大愿望，我现在当下面对这个情境，我有没有礼敬诸佛？这都在观想自己的心行跟普贤行相不相应？极乐世界普贤菩萨的法界呀。真的，普贤行变成我们的习惯了，哇，那是身则决定身了，那频道接通了，看看电视那个按频道，卡很准，马上就现前了，所以我们很多祖师，包含海贤老和尚，他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很多次了，他接通了。十法界一正庄严呢，从心想生。所以观想非常重要。这一段很重要啊，要多想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不能想世间轮回这些事
不能再轮回心造轮回业了，要在念头当中啊，下决心哦，要做对抉择，一个观想依正庄严，阿弥陀佛的正报庄严，在前面几品经文。愿我得佛清净身，法应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痛达甚深微妙法。看阿弥陀佛发愿，发愿文呢？再来，整个48愿的愿文，第六品到第七品也是啊，必成正觉。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你有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决心没有？慈悲没有？愿力没有？哎，这就是正报庄严，它包含积功累德第八，那也是阿弥陀佛因地当中修行的榜样啊！少欲知足我们每天还要吃香的喝辣的。那不行啊！专求白法，我们还会东摸西摸，就没有专求白法。哎，惠利群生，自愿无倦。我们跟人家讲讲佛法，人家不接受，就不愿意讲了。要以这个为榜样，惠利群生，自愿无倦，忍力成就。修忍辱啊，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对每一个人慈悲心而且要很有耐心你现在要帮一个人可不容易当然帮一个人也有很容易的，容易在哪？容易在生与死。容易在防微杜渐，就像病，一有病灶，你就发现了，当然好治喽。所以我们学群书之要这种洞察机先的能力要出不然呢，这个态度没有培养起来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都是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时候，甚至是病入膏肓啊，那就不好治了。所以我们要有洞察机先的慧眼，开辟智慧眼，获得光明身。自己开了智慧，才能护念别人，不要走错路了。好，这观想重要五经一论的经文、境界、教诲要多观想。下莲居居士汇集无量寿经之后经典依据有了这是五种原译本呢，集大成无量寿经呢，汇集本善本。汇集得非常好，可是修行的方法呢？是以他右边的一部《净修捷要》。哇，大家感受到夏老的心没有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又洞察到我们现在人。工作、家庭责任都重了，修行的时间呢相对少了，所以编了净修捷要，要就是最重要的，简洁，不用花太多时间，把五经一论的精华汇在里面了，这就专门讲修行的方法。
啊，静修捷要是依据啊善导大师的修行方法。哎，这里啊，老人家点出来，啊，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也是依据啊天青菩萨的五念法门编成的。哦，这夏老不是普通人，我们很有福报吧？善导大师是唐朝时候人，是我们中国净土宗啊第二代的祖师。日本人对于善导大师非常尊敬，因为在唐朝，日本派了很多出家人在中国留学，多数都是亲近善导大师的，扬名海内外啊，所以啊，日本善导寺很多。我们台北善导寺是日本人建的，啊，纪念善导大师。啊，你只要看到善导寺，决定是净土宗，决定修净土的。啊，善导大师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是身专礼阿弥陀佛，礼是礼拜，啊，我们拜佛，拜阿弥陀佛，啊，礼佛一拜呀，啊，罪灭。河沙，哦，灭很多罪障啊！哦，那这个也是修行的基本功哦。看老和尚啊，侍奉，灿云法师，哦，还有几个出家人，还有包含朱经咒老居士啊，这些老居士们啊，照顾那么多人哦。一天啊，800拜，很下功夫哦，因为拜佛啊，消业障，业障消除啊，人，哦，业消自然啊，人就清净了，聪明了，好，哎，进一步跟李炳南老师学教啊，哦，那老和尚一听。95%都不会忘。嗯，好，当然，假如现在常常会记不住啊，这个地藏菩萨有教我们方法，好，大家可以参考《地藏经》哦，啊，诚心去做啊，都有不可思议的加持感应哦。口专称阿弥陀佛，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心里头啊，专想阿弥陀佛，叫三业专修啊。哎，这样修法呢，他老人家说，100个人修，100个人往生，万修万人去啊。下莲居老居士啊，就根据善导大师这个意思，编辑进修捷要。它里面一共是32拜，生理32拜，那总共是因为其每一拜啊是念三声阿弥陀佛好，三句南无阿弥陀佛。每一拜礼啊，都有观想。观想的内容啊，包括了净土三经一论。其实五经也都在里面啊，就是《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往生论》四样东西啊，融合起来，在32拜里面通通观想到。所以，确实是善导大师这个开始，他做出一套仪轨啊，给我们。这个仪轨啊，非常简单，人人都容易修。这次啊，在北京啊，遇到黄念祖老居士，
这是夏老师的传人，啊，传法的之人，啊，他把这个交给我，我们现在呀，在筹备，赶快把它印出来，使大家修行了，可以依据这个方法，简单有效，啊，也有留下老和尚亲自念的音档啊，你看发现这么可以利益众生的法宝，老人家也是。尽力的来推广，啊，来护持我们。他在序文里面说啊，依据这个方法来修，妄想杂念不会现行。啊，你看我们观想连拜的时候，身礼佛啊，这三称南无阿弥陀佛也没有断，哦，就不让妄想杂念进来。真正能够达到此地所说的圆通、顿时，啊，这样的修行方法能达到啊圆通、顿是快速了，时。时是能够啊入实相啊，入真心啊，哦，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啊，哦，所以这是啊无想无语，无妄想啊，不讲杂话了，很具体。哎，都要啊，啊，像依静修结要，哎，你就止住妄念了。哦，当然要延伸到啊，啊，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啊，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就比较没有妄想，也不会讲闲话了。有一位祖师啊，隐安禅师，他每一天呢、啊，念佛不断。这个在弘一大师所选的《晚晴集》里面呢，就有提到，一天佛号不中断了，到了晚上啊，痛哭啊，哎呀，我又浪费了一天了，哇，这个震撼所有的人，他那么用功了，他都觉得浪费一天了，一天又过了。和祖师这样的态度啊，我们晚课都有一段寄语啊。是日已过，命亦水减了，竹少水鱼啊，师友何乐？大冲当勤精进，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啊！哇，这样警觉性起来，这是普贤菩萨。加持我们的，啊，自己，啊，前几天跟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聊一聊，哦，因为有听同修说，我们进中学会啊，现在都是老人多啊，年轻人很少，我也得常常去跟年轻人交流交流啊，看看他们在想啥。啊、哦，这样跟他们交流比较能记他们的机呀、啊。他们都不来，到时候没有乘船的人呢、啊。一个家，一个团体啊，乘船很重要的。哎呀，一代一代，哦，得要啊，乘船下去呀、啊。
哦，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了。啊，跟他们聊的时候啊，就真的是感觉，我在那3、4岁的时候，那些情景啊，就像昨天一样。哦，在走廊上呢，同学们那些情境都很熟悉，太快了。现在都过了中秋了，现在一看，2024年，有点熟悉的数字了，他都已经9月底了，又要跟我 say goodbye 了。哎呀，有时候想想，我还有多少年呢？啊，还有多少个月？还有多少天呢？哎呀，我极乐世界的护照办得怎么样？我们院长申妙法师这一次在香港有一个专题就是特别让我们检查检查我们极乐世界护照办得怎么样哦？刚好我们有一位毕业的同学他论文呢，就是研究藕益大师的要解里面谈性愿的部分呢。哦，结果呢，我去年呢，他毕业我就请他要分享一段这个专题嘛。结果一晃啊，1年5个月过去了，最后呢，我得推他一把，逼他上台千呼万唤使出来，他也有引很多这个要解这些话也可以供大家参考。性愿行，山是资粮啊，苦海得慈航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法船呢，你只要性愿行具足了，就上船了。再大的业啊，阿弥陀佛帮你托起来了，待业往生了，不怕但是要具足性愿行，山资粮，就万修万人去了。接着呢，摩诃般若云呢，这就是《大般若经》里所说的菩萨摩诃萨念佛。菩萨，这是指的从初发心呢，到三贤位，这是通称。这个大乘菩萨呢，41个阶位，实信、实住、实行，这是三贤位。摩诃萨是大菩萨，特别指的是实地，这地上菩萨。这个大乘菩萨是52个阶位哈，抱歉，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个三贤位呢，指的是实住、实行、实回向，因为呢，到实住了，都已经入法身了，入了法身还有41个阶位。这个无明习气才完全断掉就到妙觉圆满佛。那摩诃萨是指大菩萨。从初地到等觉啊，这11个位次称为摩诃萨。这些菩萨摩诃萨念佛啊，不以色念。不以受想行识念，为什么色受想行识啊？简单说呢，这不是真心。
这是用意识心呢，是用妄心的啊。我再说的通俗一点，受想行识都是不老实。好，所以老实念佛啊，不用受想行识。哦，你看念的时候。这个还在想，哎，我念的好不好啊？哦，都有想了，哦，好的，念的时候还在，哎呀，阿弥陀佛，没有加持我啊，啊、哦，这个都是打妄想，哦，对，念佛是一切莫管，一切莫管，不要用意识清了，不要去想了，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实念去，这个就是不用受想行识念佛了。啊、哦，老实是什么？真心、诚心。受想行识啊，都不是真心，不是诚心，所以这不老实。念佛里头啊，还有妄想，这哪里能算老实？所以念佛啊，要用真心念，要用至诚心念的，那个感应比什么都快。弥陀经里面讲他的成就，那种快绝对不是禅跟密啊能够比的。落1日到落7日啊，就成就了。禅7天能不能成就？密？7天能不能成就？这个大部分是不可能的，不能。唯独这个法门呢，1天到7天呢，能成就。啊、哦，我们举的那个觉明妙行菩萨，哎，他就是念了7天呢，成就了，入法身了。啊、哦，所以《大集经》说，若人但念阿弥陀啊。是即无上生妙禅啊，比禅还要快速啊！哦，哦，所以老和尚这里讲这个都有经典依据啊。啊，可是你要用真诚心，如果你用受想行识去念呢，7天不能成就，700天呢也不能成就。啊，陈德观察同修当中啊，啊有知道自己啊病治不好了，啊先生呢，医生呢宣布了，他就一心求生了，啊没有超过7天的，阿弥陀佛就现前，恳切的心，真是。切愿呢，哇、哦，这些感应不思议哦。接着，老和尚说了，但是这个法门呢，比其他法门呢还是不相同。我们用四心去念的，用受想行识这个心去念的，念久了也能够念到一心。哦，那这个就是跟其他法门不一样的了。啊，其他法门呢，你都要舍事用根呢。哦，这是一般人很难得力呀。因为我们用这个受想行识啊，用得太习惯了。但是这个法门不一样，你可以啊，从凡心念念念，慢慢入佛心了，从有念慢慢的入无念，这是这个法门的殊胜的地方。啊，如果不用受想行识啊，的确从1天到7天必定成就。用受想行识啊，
大概念到两三年，念三年五年可以成就。那三年五年成就啊，也是从受想行识的心念到真诚的心。好，换句话说，真心不能现前，就不会成就。好，我们要想培养真心呢，受想行识的心要远离它。哦，你耐心的念呢，从有念慢慢念无到无念，一开始念哦，妄想纷飞哦。哦，有同学说，我怎么念佛的时候妄念更多？我说啊，你平常就这么多。哦，老和尚讲经有说啊。好，那个，你屋子里面呢、啊，其实本来就有灰尘了。突然一束阳光照进来了，一看，哇，怎么那么多灰尘在光束里面飘啊？它本来就在了。哦，大家不要误会，说我因为念佛，我念很多，你平常啊，心很浮动啊，你观察不到。你念佛的时候相对安静一点了、啊，看到了。那不要着急，哦，所以修行啊，首先要放下着急的心，啊，因为一着急啊，心定不下来，很浮躁，啊，要做好心理，建设啊，修行啊，有过程的，啊，深处转熟，熟处转深，啊，不是一触可及的。啊、哦，这个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哎，他本来也是乱心，慢慢，哦，那妄念就好像啊，大家看过明矾呢、啊？这个水很污浊啊，啊，明矾一进去。啊，摇啊摇啊摇啊，慢慢，哎，开始沉淀了，还是要摇一阵子的哦，还是要念一段时间的。啊，老和尚有观察，这个净土圣贤录，啊，发心念佛啊，好像很多都三年左右啊，哎，阿弥陀佛接走了，老和尚说他们寿命到了。这不可能了，是什么？哎，念到啊，感应道交了，啊，放下世间了，啊，那阿弥陀佛怎么忍心我们多受一天轮回苦呢？就接走了，啊，除非他在这个世间还有法缘，哦，那阿弥陀佛会留他呢，就像海贤老和尚，哦，到活到112岁了。哦，所以，啊、哦，要有耐心，哦，有恒呢、啊，为成功之本。啊、哦，受呢是什么？是感受。啊、哦，我们随着这一段教诲啊，慢慢放淡啊、哦，不能自我感受太强了。哦，我有时候听到人家说：“哎呀，我这几天呢，想一件事。”难过了好几天，哦，我说你时间真多，还能难过好几天呢，哦，所以现在有一法，就忙到啊没时间自我感受也挺好，哦，这公家的事啊推着你，啊、哦，让你不要自我感受太强，哦，我们这个从小啊自我中心太强了啊、哦，还得有这一法啊。好，啊，当然你不要干到透支啊！我不要给我的话又听错了。嗯，苦乐忧喜舍的感受，想呢是第六识分别的，行第七识
我执啊，莫那识的。哦，莫那那个识还是？哦，幕后的那个识还是阿赖耶识第八识，落印象像仓库一样。哦，所以不要落印象，不然那仓库里面呢，不好的种子越来越多了。受是前五识感受，眼耳鼻舌身这五识。所以啊，我们要离开八识，换句话说啊，我们不用分别，不用执着，无分别心、无执着心啊就行了。无分别、无执着啊，是对一切法。我们六根接触一切六尘，不用分别，不用执着，万法一如，万法平等。我们内心啊，求这个，这是真正的功夫，真实的功夫。外境啊，随缘，随缘不变，随缘念不变心啊。不变了，就是真心了。是我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确实啊，万法是一如《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说的：“不见一法，离心别有啊。”请问我们现在所看一切人事？从哪里来的？自性现量啊，不断之无啊，《楞伽经》老和尚举的这八个字啊，讲出了真相。一切法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呢、我们的分别执着一直在让这个境在变。不干别人的事啊，所以你顺眼的人是你的自心限量啊，你不顺眼的人也是你的自心限量啊。万法一如啊，不能去分别境缘无好丑啊，好丑起于自己的心呢，都是自己的心啊，怎么？怎么去怪别人呢？所以外面随缘，恒顺众生呢，随喜功德。内心呢，保持不分别、不执着、不变心，保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这样可以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真心清净平等慈悲啊，才能够显露出来。今天时间到了还有也要跟大家致歉，说明一下因为呢，承德回到英国汉学院呢。教学跟行政任务啊比较重尤其有两门课啊连续要上啊，群书治要还有四书啊，这几门课相关的内容很多承德都得要下功夫啊，准备积累所以想呢跟诸位。仁者啊，请一下假。当然，承德这个讲课啊不会断有讲的这些部分呢、也会透过熏闻陈总跟大家交流供大家做参考因为我们讲学的人呢，所谓歌不可以一天不唱。啊，拳不可以一天不打，课也不可以一天不讲。
哦，你看老和尚当时候，今天没有讲经了，拿那个录音带啊，自己录，自己听啊。哦，所以这个特殊情况啊，跟大家告一下假啊，也感谢大家的谅解，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哦，我们一起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